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12月31号，我现在就是敷着脸，准备等一下要做我的化妆还有发型，因为今晚有演出。现在吃了这个干拌麻辣烫，吃饱之后我就要喝这个红豆水，可以消肿。虽然我现在体重还不错，但还是要消肿。女明星比较严格一些。在妆发之前，我要先试一下我的衣服，因为昨天还是有修改了一下。那我就还要收？再收应该是可以，但现在就是。还算是舒服，现在是肯定是最舒服的，但是我还能不能再憋一点？其实是还能再憋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没关系，就不搞了。对，不搞了。好，试完衣服要来妆发喽。完成了3分之2，真是一个不习惯的小公主的路线。搭饰品了，超多，要怎么选？好的，我选了这副耳环，非常的浮夸，去拍照。摄影师的房间已经变成了摄影棚了。大家在选图，选完就可以跟我说再见。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我还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不不能我的手从此黎明的朋友，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与你无关泪自行吸收。表演完就急着来开心的吃饭了，所以我后面都没有拍东西，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一则 vlog 就希望可以记录一下我跨年这一天都在干嘛，然后。